12月23日，有八卦媒体曝光近日京晨与2007年加油好男儿选手张超深夜现身闲逛的画面，疑似恋情曝光。随后有记者向京晨工作人员求证，对方表示恋情不存在的，两人一起在拍新剧《了不起的女孩》，张超是男主，希望大家多多期待新作品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